哎，回来吧。爸，妈，吃饭，菜都做好了。你还会煮饭？开玩笑，出去一个月不会做饭啊？哎呀，吃饭。那必须的，哎，开什么玩笑？都好久没在一起吃饭嘞，是，一个月嘞。尝一下啊。哎，下你炒的菜很好吃。就这样子，哎呀，水平一般般啊！你们先尝一下，看好不好吃，还可以，可以是吧？是不是你煮的？是我煮的，要不然谁煮的？还有第二个人？没第二个人了？我就说叫你呀，你看，叫上次那个女孩子的事情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也不带回来给我们看一下子。哎呀！哎，不着急，现在是他上次的，你不是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了？是啊，不着急，有的是机会。要带回来给我们看一下子啊。过段时间来，也老催这个问题。知道，是吧？你妈妈还有一件衣服在这里放呢，在哪里？就那个长辈房。有吗？我去拿回来，等一下我带回来。那我去看看，你们吃，什么衣服，什么颜色的？粉红色的，还有紫色的。哦，我爸说有些衣服紫色的，亲爱的。你这样，你都。是我看到了，在那个，衣柜里面，等拿来吧。他做的有那么好吃？等拿来，进步了。尝一下。看你家搞得乱七八糟，把一个客人都给笑死了。有什么笑？我一个人住，那不就这样子？要搞得一点卫生一点来呀、明天收拾一下。所以说要早点谈个老婆回来啊。每天一回来吃饭就讲这个，一回来一见面就讲这个东西。哎呀，以后再说。你再不你带一们个回来，就帮你介绍一个嘞。相亲。我不去，你们不用加班。说，他说我们回去了。嗯，我去拿着那件衣我去拿，我现在给你拿过来。那紫色是不是？是。拿过来。是，拿到这件衣服了。拿去，外套吧应该。过段时间再过来了。啊，这里有那个朋友提的东西啊，这个好像燕窝和那个什么饼干，你拿去吃。要晚上呀，在家里都要多吃点，知道没？知道，好好来。好，拜拜。妹妹，走了。我一点声音我都不敢发出来。我哪里知道他们突然回来了？我也没想到。还好，应该没有穿帮哦。那些穿帮尴尬死了，对吧？吓死我了。饭菜味还可以的。还行。你妈妈那个包子没拿来。在这里。我先走啊。好。